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小羊呢？羊都跑了。嗯，你不是练成了绝世武功了吗？老婆，这不是武功秘籍，这是食谱。灰太狼，你这是第几次骗我了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曾经要骗你呀、啊。我不要骗你，我要羊。今天我抓羊的行动又失败了，我还伤了我老婆的心呢。疯你了，疯你了。传送时我怕他们过程会饿或者渴，所以给他们准备点吃的，还给他们带了特产西瓜，让他们尝尝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